别下来，快点！严文秀。 你走不了，你的王爷还在王府里，这一次啊，不可能再有人来救你了。你给我放手！我劝你乖乖的跟我走，否则免不了要受一些皮肉之苦。 下官已经烧毁，现在就算是有神仙在这儿，也拿我们一点办法没有。你府上的密室也要处理好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这还用大人提醒吗？下官早已派人把它处理了，一点痕迹都露不出来。此事已了，高大人功不可没。 多谢袁大人夸奖。哎呀，这次等我们除掉欧阳子瑜，这宫事局又是袁大人一人的天下啦。<笑>说得好，高大人也差不多该上路了。上路。 去哪儿？只有死人的嘴是最难的。阿木。 No.